这玩意儿可真是国货之光啊！那天我看保洁阿姨用了一次，厨房的油烟机灶台啊，给我整得明明白白的。就这么喷在脏的地方啊，里面的活性剂会缓慢溶解油烟机里的油污，也就十来分钟吧，居然都给我洗出来了，用抹布一擦，锃亮锃亮的。卫生间的玻璃镜子也能用它，刷的一下就跟抛了光一样，用完整个家里都有股淡淡的清香，我要用到它停产为止。